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随着近届感激轮培国小伫个符合条件的状况之下，伫这个月恢复招安布袋戏的课程。虽然已经有一阵仔无来练习布袋戏的计划，不过伫个经过几天的练习，小朋友是真紧就恢复以往的程度，也期望疫情会当愈来愈平稳，让学生甲老师拢会当安心来迎接开学。小朋友伫后台人着布袋戏的红啊，这是去年轮培国小才拄啊成立的招安客家布袋戏团。虽然才成立不偌久，不过小朋友拢真认真地学习。好玩啊，因为师傅每天都会带一些不同的，然后还有一些好玩的东西，像那边的大声的木偶，然后都很好玩，还可以拔剑之类的。我在这里，我在布袋戏团待。快要硬了，我是负责播音乐的，不会很困难。为什么？你只要看着他们布袋戏在演什么，还要听口白他们在说什么，播就好了。随着近届降教日期，国内各中小在这个月是陆续恢复夏令营的办理。为此，台北国小在遵守中央防疫指引之下，也开始招安客家布袋戏的课程。除了让小朋友学习布袋戏的技艺，更加是用着招安客家话来进行表演。这个今年在寒假因用户加少，小黑与大小。你刚刚那段讲什么？就是我这个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，那一边他在烦恼。火为什么都烧不大？我们布袋戏团是去年刚成立，那在昭堂老师的一个用心指导下，我们去年也参与那个整个布袋戏的一个公演哈，那表演的也让我们整个社区、学校以及参与的一个单位都非常肯定。另外，校方也表示，虽然已经有好一阵仔无来练习布袋戏，不过在这几天的恢复之下，小朋友嘛是真紧就恢复过往的程度。那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好不容易学生又回到我们学校，那我们校园里面又有孩子们的笑声、学习声，我们非常的开心。那果然在昭堂老师又这样几节课下来呢，孩子又把之前的那个熟悉感又找回来了。那刚刚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我们又比去年更进步了。期待疫情会当愈来愈平稳，让老师和学生啊，拢会当来安心迎接未来的开学。记者丁佩莹采访报道。